看的更多。对，但就俯视整个，哇，金枝好美啊！对，产业兴旺，乡村振兴。对。啊，那边还想看是吧？哪儿？哪儿有个人脸？有个鼻子。哪儿有个鼻子？那个石头这里，不对，是，就是那。哦，那儿哈。嗯。走吧，那我们去，要不带大家去转转呗？他们都想去看。好，我们去山上跑一圈。可以。哇，今天你热不热？我说你热不热？刚刚，表弟你在那儿干嘛？他在那里逗狗。他在那儿逗狗。这是什么狗呀？土狗，中华田园犬。土狗吗？对。好像不像耶。小狗。好像不像耶。他有点怕我。走吧。这边家人们来，大家一起点点赞，好不好？我们去。我们马边的鱼茶哈。对，鱼茶。对的。今天。昨天晚上那个金枝回家和他爸爸商量了一下，然后他爸爸同意他来学这个做那个怡红茶那个技术，你知道吗？这里面就是做茶的东西哈。对，就是那些。一会儿他下边那个有一个手工茶。对，手工茶，先不是去看过吗？嗯。那个今天我跟那个他们那传承人讲了一下，聊了一下，沟通了一下，然后他呢也。就是怎么说，就是我给他建议，要不就收金枝做徒弟，你知道吗？我刚刚没有听到，他说他是姓福还是姓胡啊？他彝族名叫水浦。水浦。对。那他到底是彝族还是汉族？彝族呀。彝族。对。哦，然后他也有汉族名字的呀。哦，有汉族名字。对。嗯。那走吧，我们去带大家去看一下。金枝，我这里还有什么停车场？我们车就停那儿呀。然后，手工制茶体验馆制的，我讲的是哪里呀、啊？就是那边，对。哦，那我们从哪里上去？从这儿上去吧。前面我刚来的时候，他就带我去那个逛了一圈，哇塞，我感觉好远呀、啊！直播间家人们来一起点点赞，点点关注，好不好？这个有没有特色？啊，家人们。这是彝族姑娘，这是彝族小伙。你看这个像不像家人们？像的打个像。这个像我吗？对。家人们像不像？像的打个像。给我截个图呗，你们。啊，直播间家人们帮忙截个图好不好？我觉得挺像的。真的。他好白啊。他白，你好黑吗？对呀、啊。走吧。直播间家人们来一起像是吧？那你们觉得好不好看？家人们，好看的打个好看。哇！这个金子，哎，你知道这个雕像是谁吗？不知道。茶圣，陆羽。陆羽还是陆？陆羽，茶圣。陆羽。对不对，家人们？小夫说对了没？对的，打个对。茶圣有他的名字吗？这个没有，他就。对，金枝好看。为什么要修这个东西啊？这个是可以参观的嘛，就是也可以，应该是也可以体验去采茶的。嗯。对，请不要随意采茶。违者。违者罚款。我采一点。直播间家人们来一起点点赞好不好？那个直播间家人们，你们吃饭没有？吃饭没有？吃饭吃过饭了，在公屏扣个一；没吃过的，在公屏扣个二。我刚应该带个兜兜来采茶的。带兜兜。我会做一点点茶。你会做一点点茶？那你太适合去学做茶了，表弟。那个。你车里边拿点水吧。哎，好的。好吧。你车停在这里，会不会被太阳晒呀、啊？晒他的呗，晒他的呗，是啥？对啊。直播间家人们，卡不卡？卡的打个卡，不卡的打个不卡。因为这个网络不知道好不好，大家一起点点赞好不好？我们一起上上人，然后我们一起带大家去看一下我们这个就是金枝这边小凉山美丽的茶园茶。马边茶叶现代。马边茶叶现代示范基地好像是叫。对，园区它是不卡哈，不卡就行，只要不卡就行。哇塞，热不热呀？
我呀，我怕你热的，等一下中暑了怎么办？没事儿啊，没事儿，我带你去看看。因为直播间家人们，我感觉金枝今天很开心，因为他可以，哎，网络卡顿了一下，走，我们走，网络卡顿了一下。上面可能网络会不太好、哦、没事，不好就下播呗，反正能带大家能，你看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家人们，对不对？的确这个说的有道理啊。绿水青山就是金山，这是在哪里？今天我带金枝来找他们这边的怡红茶的非遗传承人，准备叫卡吗？卡了吗？卡了吗？走快点，走快点，快跑快跑，卡了吗？家人们，家人们，卡了吗？山货要收的啊，山货是要收的，卡不卡？卡不卡？卡的扣一，不卡的扣二。哇塞，人都走了吗？你们别走呀，有点卡，还太卡了吗？现在卡吗？我跑快点好不好，家人们？越到下面越卡，卡不卡？啊，上面没住人就可能太卡了，听不到吗？你手机看一下呀。好，所以赶紧看一下，赶看一下，看一下，看卡不卡。可以了，可以了，不卡了是吧？不卡了哈，很卡，不卡了是吧？卡了，不卡了，卡了，不卡了，那我们跑快点。哇塞，不卡了哈。哇塞，家人们，哇，好漂亮呀、啊！这里好凉快啊！哇，开不开心？开心。今天带金枝来拜师学艺，然后用目前就是那个师傅他觉得挺好，然后大家一起点点赞好不好？对，来宜兴那个高万美群紫砂艺术点个关注呗。我看你一直都有在看金枝直播，你点个关注好不好？我们再往上走吧。再往上走吗？对，马边茶叶现代农业园区。哇塞，我们再往上走一点。慢点、啊。你慢点行不行，金枝？哎，哇塞，好漂亮，家人们，来一起点点赞好不好？一起上上人。哇，哎，环境太好了。对，欢迎你们大家来小凉山来玩好不好？刚刚那个现在直播间260个人，刚刚那个上不去了，刚刚、那个、290个人，你说刚刚那个传承人，对，他汉族名字好像是叫胡总吧，胡，他跟你是认识的？认识的，他在成都有店。哦，他在成都有茶叶店吗？对，他的店在那个成都浣花溪、哦、然后在那儿有个茶叶店，然后我是在成都认识他的，然后是这么的。哇塞，直播间400多个人了，家人们来跟上我的步伐好不好？我们去追金枝，家人们。可是我怕我学不好怎么办？没事，你能学好的。家人们，你们相信那个金枝能不能学好？相信他能学好的，我们打一个人好不好？他能把那个怡红茶，对，走，我们跑，我来追你好不好？家人们跟上步伐啊。哇塞，太漂亮了。哇，金枝能不能把这个学这个怡红茶这个传承技术能不能给他学好？能的打个人，家人们一起鼓励一下金枝好不好？哇塞，人哈，都说人是吧？对对对，他那边，他那边一会儿我们下去，他那边还有一个博物馆，哦，茶博物馆，我们这儿待会儿呗。好晒呀，能加油，他们都给你说加油呢。金枝，家人们，来，我们给金枝打一波加油好不好？谢谢，我们鼓励一下金枝。茶，这个是金枝，然后我请你们喝我亲手做的茶。好，可以，相信金枝哈，这个就是我们金枝迈出的第一步，对不对？家人们，能正确的迈出了第一步过后，他未来的事业就会越来越好，对不对，家人们？哇塞，这里的风景真的，富哥今天说了好多个哇塞，我也是有感而发嘛，对吧？哇塞。
对，谢谢你们帮我们点点赞赞。然后这边可能有点卡，这里风景有点卡好好呀，家人们。对，现在500个人，家人们来，大家一起点点关注，点点赞，好不好？你们没有关注金枝的，那个就一起给金枝点点关注，然后入个粉丝团，好不好，家人们？以后我可以做，以后我可以卖我自己做的茶了吗？可以啊，怎么不可以啊？可以啊。但是好像要成，就是学业有成吗？才可以吧？是不是？没事，反正你先学啊，学好了咱们有一个，就是什么一技之长，对吧？技多不压身，不压身，你可以多学。到时候我再给你安排去成都再去学，好不好？行不行？麻烦你了。麻烦我啥？麻烦我？我们这样子，万一以后你说这些就见外了啊，金子。万一你以后你不在的话，我不在，我去哪儿了？啊？万一以后你结婚了呀？结婚了呀？啊。好的，行。啊？没有。好的，行。我说万一你结婚了，你说好的行。我们把这个走完行不行？把这走完啊。我们试一下。这么远你行吗？我相当于锻炼嘛，好不好？这么远。那个有个哥哥他说再去学制作紫砂壶，可以。那个美群万美群哥哥，您点个关注好不好？可以吗？是在宜兴是吧？走，我们继续找，我们带大家去看一下。信号不是特别好，应该问题不大。走到下面就没有信号了。没事，哎呦，没事吧？人家走到上面没有信号了。不会的，不会的，大家一起点点关注好不好？跑吗？啊？我说跑吗？跑还是走？你为什么要跑？是不是跑快点那个太阳就晒不到我们了？啊？表弟跟上呀，我相当于锻炼嘛。哇塞，哇，家人们。大家。